啊，那我们夜市就位。那坐领旗。我们现在先祭拜宗师。请各位跟着行礼。善果，上九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坐，请坐。那我们就开始可以依序开始拜师的开始啊。那各位师兄，请我唱名，然后请上来，然后先举三鞠躬礼，然后再称拜帖跟拜这样子。那苏萨林师兄，三鞠躬。周金城师兄，李正传师兄。刘习师姐，朱千明师兄。方志明师兄，
圣宝智师兄。陈广正师兄，何正昌师兄。黄建林师兄，邱杰瑞师兄。那我们现在请夜市致辞。夜市颁发纪念品。那也请依序处理。苏灿林师兄，周金城师兄，李正全师兄，刘琦师姐，朱千明师兄，方志明师兄，郑宝智师兄，陈广正师兄，何正昌师兄，黄建林师兄，邱杰瑞师兄，我们请夜市致辞。今天，我们的大师兄周根培，还有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派科理事长，黄律师，这个贵宾的，还有亲家，我媳妇的爸爸，黄律师，他本身是。药师啊，也就研究太极拳，年轻的高龄了，是吧？不怕不说修养都很好，心健正。今天是我的老师64年。2月14日过世，到现在40几年了。
这个老师生前的这些吩咐过我，你要交权。当时我有交啊，我在邮政总局上班的时候，大家的头人啊一签到就跟着我至少打半小时拳，然后再上班，有兴趣啊在那外面再来学习。那么同时我在这个公寓啊，在师大附中啊都开始教学啊，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没有阶段。但是我真正的要磕头的出生啊，64年8月啊，一个倒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后来给美国这个芝加哥大学毕业的这个华侨结婚了，没多久就移民到芝加哥去了。但是移民过去之后啊，十年当中还不断的有国际去，自己也在后来也在芝加哥教学，那几十年了啊。那么后面还有几次的早寿经，那这一次啊，我心里的发觉有感想，因为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去，一秒到马来西亚去参观我的师兄王圣贤100周年100岁啊诞辰大会。啊，也带了三位同学一道去表演了一下。我看到他们这个第二代师兄的学生啊，第三代师兄孙子啊，我的功夫都练得很好。这个好孩子，我不能说他能够挨打。尽管打，倒下去抓手，也可以打人了，可以倒下去打狗。当然，我们这个老师不主张这样子，一发人了就把他跳起来，啊，没有人站在他前面站得住，他不主张的打狗，他是这个很，他这个。发下去打鼓啊，这个表现的很有吸引力啊。那这也可以，他也可以挨站着的可以挨打，不受伤，不痛。而这功夫就练出来了，现在每一个都练出来。尤其有一个副总教练方仲正，我20几年以前的他还在学习呢。啊，我直播，我之前带我到他这个方仲正这个居住地啊，北部路州啊，丹老镇，然后呢带我周游国个会所，十几天的方仲正就在那个时候就学习，开始学习20年，哎，就我20几年不见。他的表现得非常好，功夫练出来。我说我们这个这里全了不好好去教啊，哎，尤其我都教了啊，这样不断的教，但是这个成绩啊很糟糕，很差劲。因为他这个我这个黄师兄教的时候，他在世的时候就
是五万学生。结果过世了十几年了，他这一帮啊，学会的学员还维持了那么多，而且打出招牌来，在马来西亚之外啊，在啊还有孙子啊，在福州啊也开了这个学会，孙女啊在新村啊也开了学会。哦，重要事业性的发展，而且他的招牌的世界一家亲，这学员包含了很多国际，不但是黄种人、华人、马来西亚人，这个印尼，哦，这个欧洲人。所以这个他的招牌打得很好，他口号打得好，世界一家亲。学会馆舍开了二十几个栋，每个都是他光明堂皇，这个成功了。这个老师交代我都说，哎，要交钱，我跟他比起来，哎呀，这个肥不及，到现在还是几个人而已，单数的。这个我没有完成政治态度，郑重是为这个交代，差得很远的，很惭愧。为什么？我们练拳，第一个不是光是练招式，练拳架，当然是拳架还之外，你还要练内在气骨。气什么？这个你这样要气练多了，气练久了，所以古人的交代人说，你怎么走花招式啊，那是其次的，真正的气练充足了，你可以自己不怕来打，不受伤。气练多了，你怎么招都不管。我推手的，我撵上去啊，你不知道；我发出劲来，你也不知道。你怎么做？怎么走？怎么画？这招式都没用，在我的感想，你气不够，天劲不灵嘛。天劲不灵，不是说，我凭这个每天练这个动作，当然的练，每天都练动作够了。人家没有练气啊，只练动啊，就没有啊，敏感度没有啊。这个东西还有现在这个。仪器也好，你关了手机也好，这里头这个东西啊，机械化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叫电子电器的，这个都完全的成太全的原则，就气在古代气在发挥威力出来的，怎么理都不用了，气不够一憋就倒了。走，逃不了了。练健康也是一样。这个中医就讲一句话嘛，这个气充沛，元气充足，身体自然的健康。以气来再率血，以血用生，这个健康就得到了。再有我再讲啊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过去讲的练的，我发给你，一定要学习出来，大家要练出来，怕的。练什么东西啊？练我们不是养家的，光是养家这种拳啊，你那个你都要听，都要学习出来，再发给大家做纪念品。我们刚才在讲。
木头，啊，那个带木头啊，这房子没用吗？然后就讲，好。这个不是养家，不是养家的，是左家的，老是讲的左家的，就是工资，把那个工资，这个是原本，这个怎么就大家关注，没有。有香味，哦，我们这样养生啊，你最好常常到这个山里面去吸收阴郁之气，啊，常常在哦练气功啊，要希望劝大家到这个空气良好的地方，你去蒸馏的就更好了。我们练拳也有一个讲法。而且要对着树一起练，吸收树木的排出的阴力，好到体内让我们运作，这叫气化，最好啊！我练了多少年了，我听话，每天要练，大家知道。哎呀，反正这个怎么不做呢？这个我自己的也很好啊，有曲线，有圆形，头部圆形，两头都圆形。我们最好，我这里习惯是这样，站在那里也可以。坐着也可以，但是我喜欢每天上午一起床洗过脸，排气了就好了，大便小便排气干净了，再回到床上里，这是我的练法，也别人我不管的，再回到床上里怎么办呢？开始第一个。先是左右拱住，哦，安住，让它底部啊吸收的，这个不气，气色、味道、香味很好，啊，这如果是亏气，这样的这呼吸的气呢，会不会连接的，哎，畅通。这个还是颤抖还不算，呼吸配合呼吸颤抖，啊，第一个穴道要敲的，正在九尾穴，九尾穴知道，哎，膻中穴下面有九尾的，有个骨头叫和九鸟的。尾巴像这个，这个穴道，哦，这个穴道非常了不起的，啊，你气喘了，可就这个，啊，用这个，你头任何一头，你躺在那里，这样子敲，哎，怎么敲啊？越慢越好，第一，这样子敲下去，吸气，然后都拿起来，这就是练的呼吸。那你要不要有杂念了？那你就吸气，敲，吸气，吸气，然后一直还要往下面沉，送下去。然后气拿起来，再抽，这个就有一个正锅，我输送下去，输到丹田，
甚至到这我们这一敲下去，这个震波啊就到涌泉区去，撑着完这涌泉区再回过来到围炉上去，这中间中断，这感气到，气感到这个成这个不断的啊，哎，慢慢慢慢的成立了，这个气血就每个手掌都正常，而气的养到丹田，气五脏五脏差不多，练久了，气的充沛啊，啊，皮肤没感到很好。你碰到哎就知道了，我一会儿一到这气就出来了，静静发出不会啊，所以第一个这个这我们大全教导大家放松了放松了，好多人都放不了松，松不下去了，你练这个你也会就练自己的放松，是的，放松都成不成的话，我可以不敲我可以的，哎，我意念放下，我弹的动作不做，我可以用气到磨部，气就知道磨一部啊，最好你气还有这个丹田，那么这个畅通到涌泉穴，这个我中间，所以我说一心行气，一用这个这个我们正呼子啊，我们这个老子啊天天就讲，打拳叫你一起一心行气，一起用足。但不打拳也是一样，这其实不是，啊，所以禅宗告诉我们，坐在那里要坐正。他这个座右铭，他交代嘛，竖脊梁，竖脊梁，要撑竖脊梁，足足。哎，意念往下。我想他气正丹田，他在坐的时候，啊，他体内的要求这个，特别要求的，要撑竖脊梁，你怎么都可以变，中正不一，啊，你这，你的，我不接受，你要攻进来，我说练拳。他练推手，他一再交代，哎，那回过去了，你要走啊，你要送机吃的，从容啊，啊，哎，你要转去旋转，啊，有杨家的交代怎么讲的？讲法子，啊，你要引进落空，立刻出啊。你们一引进来，你没叫对方落空，你这个发出去没用啊，这个就记住吸收啊，怎么练法子啊，你平常跟人家的我们总是讲的一定要松放松放松，挨打让人家打，哎，但是自然这个讲做的很早的做得到，人家把一帮推头大家都，你来推我，推我，看，他就用力展示，你推我不动吧，不行吧，啊，就比例，比胜，但是对他练功夫没用，练技身也没用。健身也没用，哎，这个推过来，他不晓得我们中途讲推过来，哎，走话，他要我，对方要我，我就要自己从容，然后再就变出来，这个一退一进，就是阴一阳就开，哎，健康就是阴阳变出来。